变成地缘策略家的逼真之地。台中电变作大家要烧钱的所在，嘛是地缘政治中心。创办人张忠谋早就讲过，不过未来台中电的布局有啥物变化？它的一个版图的一个部件，那么再加上供应链上的一些迁徙，也势必会影响到台积电未来在整体的一个投资方向以及布局。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环境互相牵连，和台积电需要注意全球的局势。地球在网站的商业情报分析师这个区，佮要求要有政治学或者是国际关系相关领域的博士，这是之前唔捌伫台积电看过的区。来看这个区内容，直接和七六发展部的副总报告，而且汇报供应链上所谓政治变动，佮有分析精细，传出年薪有500万。这个区背后当然唔是干那买一个学者这么简单。数据分析经验的，那所以因此恐怕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条件，就是这个人选他自己本身对于美国国会议员可能都还要有一点关系。现在这个会已经关起来，不过在关起来之前也吸引超过100人来到里面。另外台积电也开政治系学生的暑假实习会，除了薪水还有来回机票。台积电要更加积极了解国际局势，成为半导体之王，要安尼随时替未来做好准备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